人人的情感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应该情感丰富。这个感情又是感情用事，既全心干事业，又尽心关心家庭，给家庭一点温暖，给他人一点爱心，给社会一点温馨，做到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别人会爱你，是因为你优秀；别人利用你，是说明你有价值；别人嫉妒你，是说明你不太好存在；别人用语言打击你、恶意炒作你，是说明你很有影响力。所以，不要生气，要放心；不要伤心，要开心；不要看破，要突破。生活是一面镜子，你笑，他也笑；你哭，他也哭。人小人，近君子；发发心心，笑对人生。圣经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。既要制止的时候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福泽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。